小心哦，你的毛会跌倒。5月27号，星期三的珍珠奶茶吊饰开箱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璇璇。今天是个妈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今天是妈咪的平安夜。妈咪们会有很多小礼物出来哟，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礼物呢？叮咚叮咚，小人来了！哎呦，你好呀！这是你的画画，哇！你的画，谁订的？我没有订这个呀，给你这只蛋呀！不不不不不，这是什么呀？上面写着珍珠奶茶，我没有订珍珠奶茶呀，送错人了啦！嗯，邮差呢？早就走了吗？这个拿给小孩子，小孩子一定很爱。今天是平安夜，妈咪最爱的平安夜，我很平安。我知道有什么礼物呢？叮咚叮咚，有人来了，小黑子，是谁雪耶？有什么礼物要给我的吗？当然有哟，给你吧。哇，珍珠奶茶耶！谢谢你，谢谢两位小伙伴的。那我赶快来吧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小孩子要来开了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小孩子开箱，看，忘记了猫咪的特征了。猫咪的特征可以用爪子，可惜我没有爪子。喵，看一下，打开看看吧。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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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喵。快点来看看里面装的什么吧！哎呦，这是什么呢？雪雪订的吗？雪雪有订吗？雪雪说这不是他的。哇，是什么呢？小熊我很期待哟！耶耶耶，有胶胶带，还有样海绵呢！哎呦，打开，一下。是小黑子要的珍珠奶茶耶！小黑子要的珍珠奶茶。小黑子先看看这个小黑子珍珠奶茶到底有多珍贵呢？商品的名字叫珍珠奶茶药圈，材料有色胶、雪、亚克力。请勿放入口中，放入很危险哟。可是它上面写什么？猫咪可以吸，猫咪可以吸。还要写什么呢？猫咪可以吸，不危险。哇，好，猫咪要打开看看了，小孩子看一看呢。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，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，先把它拿下来吧，怎么拿呢？一手，一手，哇，
面写着什么？台湾珍珠奶茶绝对不行打翻。喵 ，so lucky， 好久没喝珍珠奶茶了，喝珍珠奶茶。这个到底是什么？而且珍珠奶茶为什么要绑在这上面呢？妈妈，珍珠奶茶为什么要绑在上面呢？猫咪要试着把它拿下来，这个珍珠奶茶不会打翻呢。一咻一咻，好神奇的猫咪珍珠奶茶哟！只要猫咪看到了，一定会喜欢的。我成功拿下来了，猫咪珍珠奶茶耶！太棒了，猫咪有珍珠奶茶可以喝了，好自由。为什么呀？两个东西，刺刺的。刺刺的。可是很好喝，厉害呀！打翻了怎么办呢？里面有珍珠耶，都没发现。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可是只能看一下哟。珍珠，小猴，可是小灰子，好爱，看不到。这样子比较大。可是刺刺的，刺刺的，刺刺，好刺。有没有什么可以让？这个不吃的呢？它吃。这小孩子的钥匙圈，明天晚上带给谁？今天这样带给谁谁看呢？好了，今天带给谁谁看？谁谁今天说要跟我比，看谁的钥匙最可爱，比钥匙一定会赢的，加油，小珍珠！叫它小珍珠好了，很可爱的名字。这个也是很可爱的小装饰品，塞不进去。这只手感觉比较小这只手好小哟，可爱的，可爱的。要再敷一个，敷的呢。如果喜欢我的，记得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是小的，我的姐姐的影片哟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敷好了吗？